防晒那次。台南文旦，赞赞赞。今天吼，这是算讲平镇的果园内底吼所采收的杂花的这个果啦吼，啊，距离采收要差一个月，啊，所以今天是有这款的迄、那个叫做啥啊，会加哩，而且有这款的甜度加风味吼，啊，实在无简单吼，啊，到时吼、啊、这采、個、收以后，哦、啊，这品质绝对好。